以前我不知道他是这样，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。然后他呢，就是常常因为他觉得说我可能不好意思跟他开口，所以每一次出去吃什么的时候，哎，小姨你买单，这样，小姨你买单，都叫我买单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是比较离谱，是我们开同学会，然后大家要就是同学每个人要拿多少钱出来，小姨我今天皮包忘了带，你帮我付。哈。 命令的口吻，对，可能是吃定我。好，这个还不讲哦。不打姐她不会还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她是在银行上班，她知道我过年要跟我妈妈回湖南去过年，她就说：“啊，小姨啊，这样哦，我哈带我儿子来给你做干儿子。那我们银行里面有一些空的红包袋，我提前来跟你拜年。” 啊，带空的红包袋来带着儿子来跟我拜，你这很明显就是来给红包啊！你这个朋友在勒索啦，那个赶快断交。对啊，然后我妈妈给一份，我给一份，然后来我们家没有买任何东西，我包2000，我妈包2000，好了，现赚啊，他现赚是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他又说要帮我介绍男朋友，包红包给你孩子。 我那时候还没生小孩，我单身。可是自从我结婚以后，生完小孩，这个同学就不见了，因为他也要包红包，他还抓准你要。然后更离谱的是，他银行的楼下有一家牛排馆的老板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哎，我介绍一个明星给你认识，叫崔佩仪。”因为那时候我在演8点档，就他每天中午就跑到那个牛排馆吃饭，跟大家讲：“哎，我帮你们老板介绍一个明星哦。”然后他们不买单的，不买单。 好离谱哦！那个男子连手都没有牵过我，就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？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，你怎么脸皮这么厚？后来慢慢我就不疏远，对，就疏远。不但吃你还吃别人。